在战场上，你每个人一起作战，每个人呢啊，念出呢啊这个曼陀，那么这是一个蛇的曼陀，一个蛇箭啊射出来的，百万计的蛇呢开始来啊袭击过来，想呢要把拉玛夏的吞噬。就像卡利亚蛇，库莎在卡利亚蛇的残卷之中，主拉玛夏好像呢即将啊亡命。那这时候呢，格鲁达呢听了这个，马上跳到那个里。这个蛇呢，他看到格鲁达，马上他们就飞走，跑走。这个呢，给格鲁达心中留下一个印记啊。他说我很厉害啊。这个难道不是自尊主拉玛昌贾吗？他有一些疑问啊，心里面是否他真的是呢不在凡呢？但是呢，记得呢，嘎嘎不山，嘎嘎不山底的涟漪哦，一只乌鸦，他听了 Ram Kata， 他也被告知，他说呢，你去见 Govinda 啊、，Vrindavan 的 Govinda， 那么就会进一步明白波迦梵的荣耀。在他呈现 Narayana 的时候，常言笑是光说。我从外师长口中听到 Sridham 在 Krishna Sakiras 之中朋友情感中去扩展他的服务，所以呢他采取了 Garuda 的形象去年参与一些小时光 Narayan 小时光。有一个故事呢，我们 Guru Maharaj 在波迦梵歌中讲到，有一次呢，有一只鸟啊，麻雀在呢海中下了蛋，海岸边，后来呢，它的蛋呢被呢海水冲走，它非常担忧了，它非常坚定啊，它开始呢。用他的喙呢戳引这个海水，想把这海水呢引干，直到我的大海呢把我的蛋归还。因为他的坚定的决心呢，格鲁达呢来帮助他了，他家人鸟族的人都来帮他，格鲁达呢代表他呢跟大海说了，如果你不呢把这只麻雀的蛋回来，我会呢把你我会亲自进攻了，我要把你干掉。因为他们非常害怕格鲁达，所以把这个鸟蛋呢还回来。所以在我们奉爱服务中也是一样，有时候呢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控制我们家我还有阿纳塔征服他，但是 Krishna 呢可以让不可能变成可能，一点点的奉爱服务却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我们呢真诚的服务就能让我们得到圣人联谊，这会给我们所有完美 Satam City。 因此我们接受这个地方，在 Brajmandal 的时候拜访各地方，这些地方尘土像这些蔓藤这些树，去聆听 Vaishnava， 因为我们见不到自尊主，见不到 Krishna， 通过目击眼睛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聆听，通过 Harikata 聆听 Vaishnava Harikata Good day。 在这里他训练过这些讲经者去讲授这些 Lilakata 消失光的命题。 Garuda 呢也来到这个地方，Krishna 再次采取呢坐在他背上的这段小时光他感到一种安慰了。所以我们向 Govinda ji 祈祷， Garuda 祈祷，请呢在我们心中暂时让我们呢克服 Anatta， 让我们呢对纯粹圣名 Sudanam 和呢奉献者的联谊，而是那个三个呢有真正的品味。
Hare Krishna. Bala Sri Garuda Govinda ki Jai. Bala Sri Garuda Govinda ki Jai. Bala Sri Chhati Kara ki Jai. Kehte sthan ka naam Chhati Kara hai. Chhati Kara kehte do naam se iska naam Chhati Kara pada. Kehte yahan par maiya jo chhati kara hai. Hum log ko pata hai ki Shakti Puja karte hain. इसलिए उन्होंने कभी षष्ठी पूजा की है, इसलिए षष्ठी पूजा। और दूसरा इसलिए छठी करा जब कृष्णा गोकुल में 3 साल 2 महीना तक रहे।因为耶稣的崇拜彻底对比，因此他这么彻底搞了。但可是呢，十八十八姓们有一个开会，狗库这地方呢，并不合适他们居住了。所以呢，布达纳萨卡达苏拉吉纳巴塔，所有的恶魔已经攻击了国库了的库什纳，所以他们想杀掉库什纳。现在呢，这样的阿尊那树都倒下，小象城国库了在反对我们，不仅是恶魔，甚至呢树啊、都倒下来，想来杀掉库什纳。神的牧牛童牧牛人、开了高山会，我本来的爸爸呢在场，他是南达的马吉的长兄，他说附近有个地方漂亮，是 Vrindavan， 只要呢你跨过亚摩拉河，你可以看到呢吉拉吉戈丹亚摩拉河呢在那流淌，发出咔咔的声音，史无前例的 Vrindavan 在那里很多美丽的小时光的人，现在我们去个文达文吧。每个人呢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明天要走才走呢？今天就出发吧。现在我们整个布拉加，我们离开国库了，我们要去文达文。所以，所有的年轻的狗跑们，他们都准备好了。南达毛拉群有90万头牛，其他萨卡呢牧牛人也有。也有牛只，所以那么黑色牛走一群走在前呢，就像呢黑色亚摩拉河，白色亚摩牛群走呢，就好像呢，可是巴拉姆坐在一辆特别的牛车上，也受到呢，可是了。坐在一个马车上，罗宾尼跟巴拉达姆坐在一辆马车，在路上呢，可是看到不同的树，他就问，这是什么树呢？耶稣在说，这是榕树，我的孩子。那所有的树都在摇晃，他们的叶子都在颤抖。他在讲，这种树叫什么树呢？他叫 people 树。有一只鸟呢发出哭哭的声音，他说儿子这是呢布谷鸟。妈妈你看，有一只美丽的鸟，看起来这个鸟呢身体上呢以7种颜色、画出来的。也说他说我的儿子，他说这是一只孔雀。这又是什么呢？有一只孔雀，有一只鸟，有尾巴，有一只没有尾巴，有大尾巴的是公鹦鹉，公孔雀，有一个是雌孔雀。那就问什么是？他说有大尾巴的是丈夫。没有尾巴的是鸟，孔雀呢是他妻子。他说呢，那丈夫和妻子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有脚的路呢，是呢公路；没有的呢是呢雌的。每个人都有妻子。他说我的妻子在哪呢？他说呢，你要到文达文，我再给你妻子。可是啊，非常狂喜。可是妈妈，我要妻子，我要妻子。
कृष्णा ने जा करके एक गोपी को बोले ये मेरी मोहब्बत ठीक है तुम्हारी बहू चला अभी कृष्णा भी जब ऐसा तो मामा दा जा था तो यान छिने मुनि गुलियां पान छों तो सर नी चेन एक आ चेन एक कृष्णा चेन लाई एक मुनि गुलियां ऐसा तो छों आ ये जो है नी चीज़ ला छठी करा छठी करा मतलब छठी करा छठी यहां पर जिधर हवा सका सका जी से जो है ना न्यू चे शास्ति ना यहीं पर सकट गाड़ी को उन्होंने बोलाकार उन्होंने बना दिया था ना एक पांच महीने का यहीं पर वो जो थे इसलिए ये स्थान का तुम लोग सब लोग तो रहते हैं और यहीं पर कृष्णा जी से ना तुम्हें ना ना जन जो मैं छठी करा शक्ति करा 这是库什兰非常狂喜的哦父母亲我想去放牛难道爸爸说为什么你要去放牛呢库什兰说哦你现在年纪大我们想放牛库什兰那时候只有四岁大现在我们长大了我们要去放牛 当 Krishna 三岁的时候，他好像呢，看起来是六岁大，但是他六岁大时候呢，看起来好像九岁大。In Krishna 虽然这酸奶和奶油很健壮，看起来比他年纪呢要大。所以 Nanda 大君非常高兴，这是我的儿子很难干。 很好，他要去放牛了。那他就说你不要去干什么，你在家待着去呢。他说我去放牛。那他爸爸说，我选择一个良辰吉时，让你能够去呢放牛。格布斯达美在那里。 在卡提格院即将有一天啊，使那库什呢去正式放牧的时间。那达大君说：“你现在年纪很小，不要去放牧牛，可以呢带着小牛犊去行，不要带着太远，带着附近就行了。”这是库什呢把小牛犊带来的这地方，从没到达了彻提格了。他告诉穆里同说：“哦，萨卡，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所以穆里同说：“你是我们的。” 朋友，你是南达大吉的儿子，你是个贼，你没有别的身份。他说：“我不是贼，我也不是南达大吉的儿子，我是拿拉人。”我是巴拉哈，我是你姓哈。哦，萨卡说：“你给我们，你不可能是拿拉人，你是大贼，你的姓啊、哦、品质不良。你是我们吃剩东西，你怎么可能说哦？怎么说你是婆家凡？” 在 Braja， 艾斯瓦亚总是被 Madhuya 所覆盖。那穆尼同说：“好吧，现在你给我们展示。”这形体，他展示了十二匹形体，手上拿着各种武器，莲花、棒球、飞碟，还有剑。那婆家房成为拿来人的时候。 Sudam Saka 成为 Garuda， Krishna 立即呢展示了十二臂形象，爬到呢 Garuda 身上 ，Sudam 成为 Garuda， Krishna 成为 Narayan， 因此这地方成为 Garuda Govinda， Prajanaba Krishna 的曾孙子，以前的历史来在这里 ，Parishadin 一起来在这里，去到 Krishna 上演逍遥的时光地方。 依据这小时光，他创造了各种壶啊，安放神像。为了保护呢，小小时光的这些记忆，他安放了这个神像。现在开始神像，是呢，巴加拉巴所创建的。这个神像有四千年，哦，四五千年了。五千年。所以呢。 他过去在休息，但早上时候呢，格鲁达的下部分，库什坐在上面，在旁边有个昆达，
国民的困的啊，国民的湖。可是国民党的仆人，将呢这个神像留在这湖中，因为他们害怕穆斯林袭击，所以稍后呢，这神像格鲁德格鲁德来到圣人的梦中，他说呢不要害怕，因为害怕呢穆斯林，我的仆人把我放在湖中，请把我从湖中拿出来，来崇拜我吧。那么这沙土呢得到呢格鲁德国民党的命令，把格鲁德国民党呢从湖中拿出来，再安放这神像，在电马铺呢，在这个铺里。他经常觐见加格纳，他在呢加格格鲁达后面，他是主巴格万的纯粹奉献者，没有格鲁达的仁慈，我们见不到格鲁达，见不到普加格纳。因此在毗湿奴庙呢，肯定会有呢格鲁达的柱子，他坐在那里。因此我们来到这里呢，我们向格鲁达祈祷，你是呢我在防毗湿奴坐骑。没有你的仁慈，我们不能得到呢，巴嘎万。因此呢，只要我们的崇拜巴嘎万成功。